好，抽完蓝色当然抽红色啦。呢度红色呢就一隻橙色嘅狗仔，呢一隻应该系Gundam Seed嘅狗仔机啦，但我冇睇Gundam Seed，所以唔知嘅。咁呢一部呢就系Double O嗰边嘅机体啦，Double O嘅机体啦都系。但呢一隻呢就未出现过喺动画或者劇場版啦，就听人讲好似喺出现喺呢个小说度嘅，出现喺小说嘅。咁我再睇返啦，其实呢金图同银图都有分别啦，分别就係在于睇下先。好似係呢一把，好似係呢把 GN 枪。FHSA。係啦。咁你会见到呢佢呢一个 SA 啦， SA 即係意思呢你按一下呢就会射一下啦，就唔係连发嘅，就唔係连射嘅。咁佢呢金图就多呢一把 FA， 咁通常呢就会好用好多嘅，其实如果有 FA。咁如果你 SA 即係银图嘅话呢其实就冇咁好用啦，相对嚟讲。咁所以金图其实都好紧要嘅呢度。好，咁另一隻啦就係呢隻橙色嘅狗仔啦。咁呢隻橙色嘅狗仔嘅全身都係炮啊，有呢个攻击，有密攻，就有呢个近攻嘅，即係有刀啦。咁另外嗰啲呢个二连发嘅光速枪啦，呢一个嘅呢个系咪呀，啊系呀，呢一个系近攻啦，近攻。咁呢个都系光速枪嚟嘅，光速枪，但我睇唔，我呢个系炮弹嚟喎，系咪呀，应该系炮弹啦，咁我就唔系好记得啦。咁第三隻，第三隻就呢隻麻痹嘅机体啦，第四隻火力型嘅，火力型，咁第五隻呢，咁第五隻就基本上唔清楚呢隻劲唔劲。但是它是刀機來的，這個是什麼改良型光速槍，這把是散彈來的，好像又不是的，是不是呢，好像是散彈來的，這把光速散彈，這個是火箭炮，是吧， OK， 好啦，我們抽了十抽啦，照舊照抽十抽啦，我有八張，再加埋呢一个嘅千七啦，再加少少呢，其实吓先係啦，呢一度咁加多 600BC， 再加八张券呢就可以抽啦。咁我要求唔高，淨係想要呢一隻嘅金图同埋呢一隻嘅银图就足够啦，係啦，就足够啦，嚟呀，睇下冇彩虹先，321去啦。去啦，冇彩虹呀，又好嚟啦 ,321, 呢度啦 ,Oh no!诶，仲有银图呢只系，哦，两只中咗，但系两只都系银图嘅，系啦，不过就还好啦，系啦，十抽里面中咗两只想要嘅都系咁噶啦。咁唯一唔好嘅地方就系呢一把 SA 枪啦，因为 SA 枪真系好难用，同埋佢个位都唔够啦。你用得呢把手枪之后咧，跟住佢有把头扎嘅匕首啦，跟住一个呢把刀啦，系啦，斩过去，咁基本上已经确定就系呢三把武器啦。呢三把武器 SA 我自己好少用嘅。呢、這个啊呢、這个照射枪啊，咁呢个照射枪都有用喎，反而唔要呢支喎。一把头炸，一把密攻啊，都唔係，可以全部去，可以全部係远攻嘅， OK？ 呢、這个暂时未睇得明佢咩，呢个係咩效果嚟。咁其余就一部租机啦，我一部麻痹机嘅请求书啦，呢、這个请求书啦，呢度全部都绿色请求书。OK， 咁抽晒啦，咁红队呢边成绩还好啦，起码两部新机都抽到啦，咁蓝色嗰边得一部就係兔子啦，就唔係红迷惘啊，非常之惨啊。好，咁我哋下次再返嚟试下嗰两部啊，再实战俾大家睇下呢两部嘢点样玩法。好，咁今次呢条片嚟咗先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